好。喂，你好。你好。师傅你好，弟子给师傅请安了。啊。请师傅帮看一个老同修，他是1943年阳女的，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，请师傅帮他看一下。感谢师傅。几年的？1943年属羊的。男的女的？女的。羊是吧？对，是的，师傅。嗯，关节非常不好，痛了。对，已经痛了。对，已经变形了。嗯，但是这个老同修他的寿命阳寿还有啊，阳寿还是蛮长的，就是要就是要痛苦，你要叫他拿热水经常泡泡脚，而且要敷敷自己的关节。哦，那热水里面需要放什么东西吗？严重缺钙，叫他自己多放点鱼吧。好的，好吧。好的，师傅。好，师傅，那我为此他要需要念多少张小房子，放生多少条鱼呢？600条鱼。好，小房子念108张。嗯，好的，感恩师傅。